哟，这个是小汉堡嘛？那是青青说。妹妹又是来一趟，给我七千两万块钱，你居然两个月你都要还我，已经三年了，你都还别拿还我。每次我给问你要钱，哦，你既然是明天拿给我，明天拿给我，明天的后头又是明天，你究竟哪天才还了我？哎呀，你还有那个屁股脸讲，是我们把这个脸埋到上皮包头了，还讲我不得那个屁股脸要？你给屁股脸要，你给屁股脸要，你个记得你在我吃那顿饭，吃你一顿饭都管了两万块钱。你个人呢，我那个是犀牛肉，犀牛肉贵得很，至少要到十万块钱。犀牛肉管到十万？我要那个是犀牛肉，是西藏来的牛肉。哎呦我的妈！但是是你喊我吃的。那么管十万，现在你补两万，拿来，两万。两。哎呀，哎呀，妈咪，犀牛。